文才牵线科吗来见严宽宏？我跟你讲，小英总统跟严家父子合体的照片有少吗？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就说人家是地方贤达，哦，啊，没有利用价值就也是一样，就开始说人家是黑道。就是我妈妈常常会人家带他去拜拜来，是吧？我感觉啊，但是这样的哦，这样不抓伊，这种是有人的，会有好事之徒嘛。我倒觉得这也还好。我最近两个月，你知道哦，每天回家打开电视，哇，全部在骂林宽宏，骂，他以前你们要利用人家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小英总统跟严家父子合体的照片有少吗？我看那，我今天早上在 Google 上去看，哇，摸摸西，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就说人家是地方贤达，哦，啊，没有利用价值就也是一样，就开始说人家是黑道。哎，我讲，就算严宽宏那些事情是真的，你们执政五年半了呢，啊，过去五年半都不处理。市长，那林静怡说过去替您站台是他的黑历史，你怎么看？以及说柯妈妈她觉得说林静怡讲话气哑哑，然后先觉得严宽宏是比较老实。林静怡说她以前帮助我是黑历史，以前他们利用我要打败国民党的时候就喷我嘛，对不对？有一天发现柯文哲党阻碍他们吃香喝辣的，哇，往死里打。啊，他每天还有点难哦。林静怡本人是医生啊，你看看他以前在讲我们那个台北的防疫的问题，哎，这根本就违反你作为医生的知识嘛，对不对？台北会不做医调吗？不防疫吗？不框列吗？有可能吗？还有啦哦，他以前当过民进党妇女部主任，拜托，他妇女问题失言的，我看会比我早啊，这个讲话也是乱七八糟的，还讲那个什么我在华南市场普遍答应嘛，他说什么事后避孕丸子，奇怪，这个这种医学专业问题哦，请不要来挑战哦 ，OK 哦，不要乱讲话。